挑战网友票选的十大恐怖游乐设施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赶快去挑战第十名的极限挑战吧。我现在人在第十名的极限挑战。好，准备好尖叫声，我们要出发喽！拜拜。我现在人在第九名的义大游乐世界的天旋地转。拜拜，拜拜。网友票选第八名恐怖的剑湖山的成功飞车。Oh my god， 我紧张。选十大恐怖游乐设施第七名的 G5， 我好像没有办法对话了。Let's go！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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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你来一起唱歌吗 ？No no no！ 现在真的有点伤心，因为他现在安全检查暂停开放。我来力宝乐园干什么的呢？我来力宝乐园的时候玩枪就提醒的呀，你不知道吗？枪就提醒没有开呀、啊。我现在人在网友票选第五名的恐怖游乐设施九族文化村的玛雅探险。我现在人在网友票选第三名的恐怖游乐设施六福村的大怒神。拜No!
现在网友票选第二名的恐怖游乐设施是九族文化村的 UFO。 哇，这个看起来真的是蛮厉害的，因为它是全台湾最高的自由落体。我傻眼，我刚刚发现它的维修是维修整天的，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办法体验 UFO 给大家看。 I'm so sorry， 为什么一直遇到这种事。我现在人在网友票选第一名的恐怖游乐设施六福村的笑傲飞鹰前面，好不好？全台十大恐怖游乐设施我基本上都挑战过了，好不好？有两个小遗憾啦，就是去的时候它刚好维修，我真的是没关系，本来去游乐园就是会有这种事情，有点遗憾，下次就才会去玩。